私房故事。我一辈子跟钱打滚，我最不喜欢钱，可是我也最爱钱。很简单，你要开心就把钱放在旁边，你要不开心你就把钱放在中间。传世价值，人生很短，就是要大开大阔，做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不开心，你到医院去做志工，你看看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，你就开心了。每周三晚上8点，私房箴言与你相见。